我特别的感动啊，只有两个送礼物的啊。据我所知，现场坐了好几千观众啊，有两个送礼物的啊。想清楚吧，特别的感动啊，感动感动。感谢大家，感谢感谢。我们来到石家庄演出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对的。我之前几年跟我师傅来过。嗯。然后去年还是前年，我们两个在这儿。前年。在这儿演过。对。这个剧场是第一次。体育馆。体育馆比较大的一个演出场所啊。嗯。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现场坐了好几千观众，你们好。好。哇，那么远。那么远还有人，这真是，谢谢你们。哇，三层，真的，你们坐那么远，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？你要这话问的，有钱不就送礼物了吗？不是，你喜欢我，你应该买前面的票啊，怎么坐那么远？哇，你们都是喜欢相声吗？是。啊，哇，第一排有一个美女，好美。哪儿呢？最好的礼物。感谢你坐在第一排啊，那是那是，特别的养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住在那个，他在我隔壁。不跟大家开玩笑了。哎，石家庄演出，心情十分的开心，十分的激动。先做一个介绍吧。好，我是相声演员小岳。哎，这是我的搭档，我呀，啊，叫做孙越，哎，是我，孙老师，特别好，我还好，特别棒的一个演员，哎呦，您捧我了，博学多才，哎呦，不敢当啊，真的，才高八斗，嚯，大学毕业吧？啊，是是是，我们后台其实好几个大学生，啊，有不少，什么于谦，哦，于老师啊，北电的，哦，北电，哎，北京电影学院，哎呦呦呦呦，导演系，啊，对。学导演的啊，学导演的，天天导演，天天导，打打打就导演，行吗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天天导这演呀、啊，这两堂课不就瞎了吗？不是导演吗？打打导演，导演自残，你这叫，人指导表演，指导表演，哎，还有高峰，高老师，什么天津大学的？对了，天津大学水产系，哦，学海鲜的，研究螃蟹，研究大虾呀，哎呦呦呦，就这个，是是。孙老师了不起，我怎么了？什么大学？告诉我们。农大。农大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楼上楼下好几千观众都听见了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是啊，印象效果也不错。没错。农大。农大呀。农大，你应该挤一挤呀。我，对不对？农大，你不挤的话，流到血液里头，到时候呢，脸就肿了，知道吗？肚子就大了。我去，那是肚子大的事儿。您别胡说八道啊！啊，哪个农水啊，农啊？不是农吗？化农？不是那个农，农业大学。农业大学，哎，什么园林设计呀？对对对，土木工程啊，土建维修啊，就研究这个。是是是，了不起。您客气。哪天吧，小孙。啊，什么小孙呢？小孙哪天上我家？怎么了？我搞一搞你。你搞，好不好？你看我洋溢着笑容。到时候我用我的热忱，我这，你太热诚了，有点。不是您干嘛？不是你们还有这爱好？现在，那搞一搞我，你要干嘛你？弄一弄你。比那个还露骨呢。我可能说的比较含蓄。没有、就是、啊，您这够直白的了，这个。不是你要干嘛呀？教一教你。教一教我。对了。教我什么呀？文化。谁呀、啊？我不是您等会儿吧？这一上场，我是大学生。对，那个高峰、那个于谦，这都不如我。我有文化。不是你要教教我？对，那这么说，你比我有文化呀？你看出来了？我没有，我这男女都没看出来呢。其实你看出来了，我看出什么了？你有什么文化？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。你甭来这套啊！还说歌词呢，还不是？哎，你要教教我文化。哎，你什么大学呀、啊？啊，那是我的骄傲。
我听见什么了就骄傲了？那是我的骄傲。不是您什么大学？您说，我是什么大学啊？你躲开，躲开啊！我悄声地告诉你，我不用，你大声说出来。我怕我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。您放心，翻不过去。就这么自信？那是，我不是没试过。我是北大的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我的同学，谢谢。这起个哄的同学了，这不是？是什么大？你为什么那么笑？有点嘲笑你的意思。啊，不是你什么大？北大。北大，北京大学。可以，我让你挑呢，我让你。我没挑啊，你哪？北京大学当然是一个好学校，学府啊。北京大学，我从那儿路过过。你我还在那儿住过呢，知道吗？路过管什么用啊？不是北大，我们哪大学？不是北大，不是北京。哦，北京医科大学，那医科大，北大，北京邮电大学，那叫电大。怎么电死你了吗？还电大？这北邮吗？这不是。哦，可以，还定呢，气氛稍微有些尴尬了啊。那是你闹的，不要再问了，不要再问了。不，那聊天嘛。北京联合大学，你嗓子狗呢？你这儿呢？这个不是你这怎么？你哪个？什么大学？我哪儿？我还我哪儿？我蹲都费劲我。多了你，让你卧哪那么开心干什么？还卧哪？我还得，你看你开心的，你干什么？废话，你们难为人吗？这不，站起来，哎，你看多听话。废话，压根儿没坐去。不是你什么大学啊？你说没上过大学，怎么了？干什么？你我骄傲了吗？哎，我自豪了吗？你还不害臊呢？没有上过大学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没上过大学的人多了。怎么了？在座的有没有没有上过大学的举手？我看看。你看，哎呦呀，多丢脸！你看看，哎呦，没上过大学都买头根的票是吧？上学有什么用？这是。不要瞎说。你甭拉帮结派，知道吗？不是你大学没上过，你教我什么文化呀？教你什么文化？不是你高中上过吗？高中的上过。哦，高中上。高中要是没有上过，说相声那算诈骗，知道吗？大学没上也算了啊！大学没上也算了。您哪高中啊？我听听。就是啊，这样吧。哪样吧？我说相声就是诈骗。这年头啊，就这么坦诚的人少，是不是？那是，换句话说，不要脸，知道吗？这就是，我就是诈骗了。退去啊！这么大气的吗？售票处早就收了，知道吗？知道没地儿退呀、啊？不可能退票，就是高中没上过，没有。那初中总得上了吧？初中得上。初中要是没上，说相声那算诈骗。您已经骗我一回了。您初中在哪儿上的呀？我听听。初中啊，是在一个、啊、什么学校？一个美丽的小山村。哦，山村。哎。哪儿啊？我的家乡在河南。啊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哎，我就在那儿上的初中。初中什么名字呀？什么名字啊？几中您有名儿啊？我们能查档案，能调出你档案来的啊？岳家村一中。去找吧。岳家村啊？你们家不是岳村集吗？嗨，无所谓。岳家村一中就是。哎，那个，有人。你能？你是不是管我胶吃多了？啊，不是，醉。
老跟嗓子口似的，你看，一点都没动。就是你别就是了啊！上没上过初中？我初中上了没几天。啊，初中几年？对，初中一般上几年？我记得初中三年嘛，干什么？没完没了了？刨根问底来了，这是我的专长，我就卖着票呢，我在这儿。头一个节目，好家伙，你问个底儿掉，你干什么？一点脸不给了，一点脸不给了，真让我退票啊！咱这不是聊天吗？你嗓子裸住跟嗓子狗住，你想我怎么不要脸呢？你本来就要就不要脸吗？你甭说这个吧，但凡要脸，早就逗哏去了，是不是？但凡要脸就逗哏，不是这话吧？啊，不是，你初中三年，你上多少年？我上了。你上了几年？我听听。两年。有没有调戏老师被人开除了？怎么了？干什么？没完没了了？是不是没完没了了？调戏老师，初中上两年，十几岁啊？啊，十几岁就调戏老师了？初二调戏的啊？十三岁？你等会儿不对，被老师开除了。你等会儿，到现在我还记得他。你没记得他？初二应该是十四岁啊？那就十四岁，怎么了？我这个人好说话，你太好说话了，你。不是您初中到底上没上过？上了上了，虽然学历不高啊，啊，但是我辍学以后，我经常辍学以后，对，经常的学习文化，还学习学习咱们中国的知识。哎呦呦，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，那不假，尤其是中国的文字。嗯，我问你一个小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中国的文字是谁造的？哦，谁造的字儿？这个问题高深了。不高深。嗯，您撞在枪口上了。您知道仓颉造字，孔子留书。仓颉造字，圣人留书。没错，说的没错啊。嗯，仓颉造字是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嗯，仓老师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？对不对？仓老师怎么会造字呢？对不对？我估计可能要没有仓老师的开导，你也调戏不了老师吧？啊？怎么了？什么叫苍老师啊？苍老师吗？您说那苍老师男的女的呀？女的。男的呀。仓颉。仓颉，那个仓颉的大地，那应该叫中国的文字。对，仓颉是古代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成果。哎，我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啊，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，有的不合情不合理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就您这初中没毕业的学历，你还说汉字不合情不合理？对了，你有点胡说八道。你听我慢慢给你讲。你说说，我听听。合情合理的字啊，嗯，上面一个小，底下一个大，念什么？尖。尖，说的没错啊。嗯，尖。合情合理。啊，底下大，上面小。哎，尖。一个三点水，一个少，念什么？沙。水少了，沙子呈现出来了，很正常。哦。合情合理，但是我觉得有的字不合情不合理。您说说。咱比如说。比如说。左边一个人，啊，右边一个人，底下一横，念什么？从啊。丛林的丛。从啊。我觉得不应该念从。为什么呢？应该念床。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人，底下一床，你看。也可以念炕。您说的还是仓颉吧？仓颉，我再问你，上面一个千，底下一个里，念什么？上面一个千，底一个里，重啊，重啊，重，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山，念什么？出，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仔细想一想这两个字，嗯，错了，怎么错了呢？千里为出。二山为重，千里为出。对了，走千里，出门走千里，才先出门才能走千里。哦，千里为出。是啊，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山，山是最沉的。哦，二山为重，这是劳动人民当时你混了，你脑子稍微一混淆，他就把两个字弄反了。你等，知道吗？你等，这是我的研究，我的总结。岳老师。就是您这么一听啊，您这还挺有道理。当然了，但是就这个重跟这个出这两个字呢，我这也有点解释。
因为我瞧过那个古文书上说过这俩字儿，是吗？您看我的解释对不对啊？好，我听一听。为什么叫千里为重？你想这人啊，走出一千里地去了啊，这人得累成什么样？他拿什么都觉得、啊、千里为累，对不对？为累干嘛呀？我这个人好糊弄，我甭糊弄，不像话吗？都这千里就是为重，走出一千里，人累得都不行了啊！你手里拿一根羽毛，他都嫌沉，他都嫌重，这叫千里为重。二山为出，二山为出，你在这个山。你那边有座山，你都过去了，迈过后边那座山了，你这不就出去了吗？二山为出，我看你都没有掌声了，天哪！那我们的解释对、啊，解释半天连掌声都没有，真有意思。您也没有啊，您这失忆了。我这个人尴尬习惯了，啊、哦、对，再说我们还要脸。我再跟你说啊，不是我这是对的，你好好好，无所谓无所谓。什么叫无所谓？中国的文字，有的音同字不同，是吗？有的字同音不同。哦，有的时候一个音能写出很多字。哦，对不对？同音字。哎，有的一个字念很多音。哦，对吧？是啊，这是中国的文字。哎呦，但是据我所知，据我的总结啊、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字，只有那么一个字。一个字啊，一个音，就别的没有，别的再也找不到了，是吗？对，一个字，一个字，一个音，这个字是命，命，生命的命，因为命只有一条，能写出命字，还有别的字吗？命，写得出来吗？哦，就这一个字，还有别的音吗？哦，您说就字典里就这么一个字，就这一个字，我研究过，我总结过。哦，就因为是命，只有一条。对，这命字就这一个音。对，不对吧？啊，你不要说话。我什么都不要说话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等等，这是我的研究，我的总结。您休息一会儿。等，说什么呢？这不对吧？怎么不对？不光这一个命字吧，还有什么字？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琢磨的这个死字儿也是一个音吧，因为死也就死一回呀、啊。三声死死就有一个字一个音吗？对呀、啊。你回北京吧。我什么叫回北京？轰走了！京师高速，赶紧走！我怎么就走啊？现在就回去！您这研究不对，知道吗？这个啊，甭糊弄事，知道吗？这玩笑啊，各位！我哄孩子玩儿。我这个人就好开玩笑。哦，我真正有能耐的。您说说什么能耐？吟诗。哎，怎么了？哎。不是这么好几千人，您说这干嘛？还有孩子呢？什么叫吟诗？吟诗不是你自己的这个爱好，你别跟这儿说这个。什么爱好？你说你就快诗前面那个是吧？吟啊，对我就好吟。这臭不要脸那个，你看不是您别唬这吟，这吟不好啊。不是吟怎么不好、啊？我这么问你吧，您这个吟字是怎么写呀、啊？你看那个没有文化的样子，你看。现在没有文化。银、一个三点水，就这个。就哪个？就哪个？就三点水。一个三点水，一个今天的金。啊、哦，一个今天的。嗯。你是不是有点养过口啊？你。哎呀，突然间气氛很尴尬，就是没这边反正是一个今天的金银哦，这边是个口字，对，口字边，口字边一个今天的金、哦、银档银、哎、银唱的银，什么都能拐那唱的，银唱的银，虎啸龙吟，对了，哦，吟诗，吟诗，当朗诵那么讲，对了，哎呦呦呦呦，还我写过很多诗啊，是吗？嗯，你什么写过什么？写过很多诗。你今天我媳妇过生日，我还发了一篇微博呢，那都是我写的诗。哦，来，对吧？
哎，那除了给媳妇拍马屁，这诗还有什么别的吗？那就没有了。哦，这个气管炎就是，还有答对，什么春联、写对联、做对联，这都是我喜欢的。就您这初中毕业，您还喜欢这个呢？那怎么了？吟诗答对啊，写对联儿。你看那个嘴撇的，吟诗答对写对联儿。不是，您那什么文化水平，我们又不知道。你说你站台上吹这牛干嘛？你还写对联，那写对联的规矩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不是你知道吗？你说上联是一个字啊，下联就得一个字。对字对字。上联是两个字，下联就得两个字。啊、对呀、啊，上联是一万个字，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，这是规矩吗？对不对？一万个字啊！我们家里多高的门框啊！这。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！我们家改读报栏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光字数上的要求没用啊，还有韵律的要求。当然有了，您知道吗？天下无雨不成对，这是老话。天对地，嗯，雨对风，是大陆对长空，嗯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，这是规矩啊。有点能耐呀、啊，哪儿不对了？可以啊，就是，哎，那这么说就是说，您这个做对联就是别人出上联，您对下联，对呀、啊。啊，就是谁都能出上，谁都可以哦，谁都可以，你也可以，啊、哦，我也想。但是你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吗？对不对？我还是狗啊，我，我们人类的朋友了，我改，啊，你是我们大家伙的朋友吗？我就是人，你说清楚了。对，就是人，就是人。你给我洗脑了，就是人。哎，对，斩钉截铁，我是个人，我有身份证。啊，与天争与地争呢，我还您等等等，就我出这个上联，您就能对是吧？能。哦，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一个字就对一个字，一个字我给你对一个字。哦，有这能耐？那有。那我就给你出个一个字的上联，我给你对一个字的下联。您听我这上联，我这上联是上上。嗯，我给你对不上啊？哎，对，等下趟是吧？公交车是不是？那不上。干嘛的？我一个字对一个字啊！一个字对一个字啊！上，我给你对下。哦，上对下。上对下。哦，忐对忑，忐忑。阿对欧，哟，阿斯都对阿斯都，懒雁摇，知道吗？没少听歌还是。上对下，天对地。啊不。雨对风，我没问。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我没有问候。平仄平仄，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。您呀，您听清楚我的问题，我没有问后边。我就问你上来的上对下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天啊不对地，哎，我习惯了，我没问后头啊，我习惯了，就是上对下下啊好，那您听我这上联，嗯，我这上联是天，我问这干嘛？我天对地，雨对风，终于问大陆对长空，行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仄平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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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仄平。我也是掉坑里了，看着我多余问石家庄的朋友们，好有文化。人学历都比你高。第一排有个大爷一直没有笑过，是为什么？是不会写仄字的吗？您甭说这个，是在研究命字吗？您甭说这个，就天对地就完了哈。我都多余问他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嘴也欠了。啊，天对地哈，您听我这上联，我这上联是盐盐，嗯，盐对醋。哎，
哎，就这么耿直，你别耿直了你。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怎么对的？盐是咸的，对呀、啊。醋是酸的，哦。咸应该对甜，对呀、啊。盐应该对糖，是。但是糖不工整，没有文化。盐对醋，我就干的对稀的。对，盐对醋，哦，盐对醋。天我没问题。雨对风，行了，大陆对长空，那么品的。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如通。这名字，大爷笑了，大爷笑了。那个岳老师，咱商量商量行吗？就后边那些零碎咱不要了。后边零碎不要，大爷怎么笑？大爷爱听零碎吗？哎呀，我说什么上来您对完就完了啊，行，不用往下说。好啊，您说这个盐什么盐对盐对醋，盐对醋，嗯，好，您听我这个，我这上联是好，嗯，好对歹，什么叫歹呀、啊？好歹好人歹人，哦，歹徒的歹。对了，好歹好歹咸鱼好歹，哦，好对歹，嗯，好对歹、哦、天。天累了，嗯，休息啊，哦，好对歹，嗯，那我这上面要是是呢？是，嗯，是对炮，是怎么对炮？你知是为挪炮，是对炮，他又吓着了，你看到吗？哦，是对炮。对了，哎，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啊。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。我这是上天。言好事，我跟你对回宫降吉祥。您不是这么对，这是造龙对。没有。腊月二十三，哦呦呦，祭灶的时候，哦呦，可以。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袁老师，打住！您不是这么对的啊！我说上天要您对的什么呀？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？上对回，上对的什么？回下天呢？地言呢？醋。好呢，来是呢啊！上天言好事，下地醋歹炮，什么玩意儿？这叫会不会有能耐没能耐呀、啊？一下地呀、啊，醋把那个炮给逮着了，哎呀，然后炮就崩了，哎呀，就酸炮，酸炮。你少看那动画片儿，这赖谁？赖谁呀、啊？赖你？怎么赖我呀、啊？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崩的吗？不是你，不是你有能耐吗？你最少得俩字儿啊，仨字儿啊，一排字儿啊，对不对？还一排字儿啊？那您给我打个样呗。我给你打个样啊，我给你来好的啊。您出去，我对我看您有什么学问。哎，我来好的。你来好的，就你不一定猜得上来，对得上来。是，你要说天，我就抽你，信吗？天，冲我来。我都怀疑你在初中我都没上过啊。脸为什么这么大？臭的呀！啊！哎呀呵，得了理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来好的呀，上联，啊，三四五六七，三四五六七，一顺儿啊，顺儿、啊，我给你对。石沟大挂枪，我这封顶了。你应该对四五六七八。那凭什么对五六七八九？凭什么呀？石沟大挂枪封顶同花。来，炸死你啊！上联，说，魑魅魍魉。魑魅魍魉，哎，很多人纳闷了，这是什么？《西游记》看过吗？主题歌《魑魅魍魉》，怎么它就这么多？魑魅魍魉四个字，每一个字都有鬼，四个鬼，俩炸，炸死你！你看，魑魅魍魉，
每个字都有一个鬼字儿。哦，这是四鬼俩账。我跟你对，哎，我跟你对，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不行。四大天王，刘德华、李敏，不这个，庙里那四个，有学问没学问呢？我想想想想，吃面吗？哎，我这有了，嗯，听我的，我跟你对啊，琴瑟琵琶，我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哎，先别鼓掌，先等，先等，说吧，先等。我问你一句，琵琶我知道，啊，琴瑟是什么？怪兽是不是怪兽？哎，这四个字你认得全吗？啊？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我告诉你，琴瑟琵琶这四个字，每个字的上半部分都是两个王。我这八个王，我四个字。可以呀、啊，那是。来，初心，来，有能耐，来，来，你把玉皇大帝请出来，来。八个王，那怎么了？四个炸窝，天哪！我这四个二都不行啊，多新鲜呢！好，说个别的啊。哎，好的，绝对。你还绝对呢？哎，闹性，你绝对尿性了。听这个啊，来来来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上海自来水来，您这水没法喝，咸的。人家上海，注意细节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，从这边看，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；从这边看，也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这是绝对的。哟，有点能。琴瑟琵琶四个炸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，有了什么？你听我这个，你把这上边的说一遍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你听我这下联啊，山西运煤车，煤运西山。你回北京？哎，我怎么老回北京了吗？我非得死在北京去吗？我跟您说，哎，就这样上联，我出一个你也不行。没那个，没那个，没我不会的。听我这个，我这上联是、啊：黄山落叶松，叶落山黄。来，我跟你对，嗯，上海自来水来自山西运煤车，来回用啊，这仨对联斗地主呢，对新的嘿。你再说一遍，再说这一万遍你没戏啊！听这个啊，听着，黄山落叶松，叶落山黄。我跟你对，嗯，13800000831。谢谢。那我要说13700000731呢？我跟你对13600000631。13500000531呢？13100000131。哦，130呢？那是联通。我给你数电话号码来了。不是你有没有这能耐？你有没有能耐？啊，不，这么着吧，行吗？就是我虚点心，我请教你点问题，行吗？哎，哈哈。虚点心，那是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就是我一看你有能耐，行吗？当然有了，是有能耐吧？嗯。那我就问你啊，我要是一这个说北，您对什么呀？南。哦。东呢？西。上呢？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。又一个字一个字。烙病根了，这是啊。就是北对南，东天遁地。不不，没问这个。雨对风，我没问。大陆对长空。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咱歇会儿是吗？平仄，大爷。您都折腾完了，
您听我这上联吧啊，我这上联有了，您听我这上联。您说，您拿那耳朵听清楚了，立起来啊。好，听着啊，我这上联是：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你他妈全占了你来呀、你不是有能耐吗？上海自来水去去去，除这一个没别的了，幺三八去去去，那最后我输到联通手里了。一会儿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万遍你没戏啊。听清楚了啊，说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我跟你对，嗯，南雁北飞，双翅西东分下上，我是仰飞。我是往回飞，我不去了。你返回呀、掉头啊，各位玩去，掉头就仰着飞呀、那掉头可不掉头吗？您连身都掉着知道吗？没有这么快，那不掉下来了吗？那不就我不去了。你是不去了，你也别回来了，你死半道了知道吗？这边也暖和。没有啊，不行，你自己找知道吗？把我们这反过来管什么用啊？真是的，我给你来一个啊。你有没有能耐？来来，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哎，好脑子。我问你对，前车、后折，两轮左右走高低。我这是北雁南飞，前车后折，双翅东西，两轮左右分上下走高低。嘿，有点学问呢啊！你再说一个，我再说一个。哎，这么着吧，我跟你说一压箱底的绝对怎么样？只有绝户，没有绝对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叫扎心。天下无语不成对，听那么扎心。天对地，行了。谁问？您听我这绝对啊，我这对的上联是：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完了吗？完了。听我的，您来。我跟你对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。绕口令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头别了个喇叭，说提了塔嘛喇嘛，想着塔嘛换，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，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，提了塔嘛喇叭急了，拿塔嘛打了，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也急了，拿喇叭打了，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，说也不知你拦着我点儿啊你。我拦得住你吗？你跟让狗追了似的。狗追我可不害怕，老嗓子这玩意儿干嘛你？我没跟你说绕口令，对得上联。你说的不是绕口令吗？不是绕口令，怎么那么些蟹，那么些足啊？这个啊，这是本人的实事啊。我听一听，我给你讲讲啊。啊，去年八月十五，逢八月十五呢，就是吃月饼、喝黄酒、吃螃蟹，就喝螃蟹。我母亲你也认识，你也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妈呢特爱吃这河螃蟹，我就给我妈买了这么一篓河蟹。哎呦，您听着，这螃蟹蒸完了以后呢，咱大家吃的都是先吃这蟹身子，最后再吃这蟹腿儿。这蟹腿儿叫蟹足，把这蟹腿儿掰着搁桌子上吃这身子，身子全吃完了，我妈觉得不够啊，哟，那怎么还想吃？一看哟，还有这蟹足呢，把这蟹足全都吃了，全吃完了还不够，就是这对子上联，您听清楚是不是这意思啊？说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真好，真好啊！怎么样？哎，绝对，这是你母亲的事儿。对，你通过这个事情呢，发挥你的想象，然后你就。做了一个对子的上联，这才思泉涌啊，才思泉涌，哎，写了一个对子上联，是，真好啊！如果是我的话啊，我就给我妈买螃蟹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再买一篓，什么时候吃够了，什么时候算，那是我的妈。我妈吃完蟹不足，我妈都吃蟹足去了。哎呀，我在想这个上联怎么写啊？吃完蟹足还不足？哎呀，终于对子有了，上联有了。哎呀，真孝顺呐！
你让你这么一剖析，我怎么忤逆了呢？我回家我去给我妈买点螃蟹，你给我买点。这么着这么着，哎，你把这对联对上来，我回家给我妈跪着去，我乐意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啊，你对上去，你有能耐你对上去，你听我的，真是，我听我跟你对，我听你们家什么遭遇？我们对，骑驴，骑驴，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还磨腚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您歇会儿吧，您。我不累。我们那都吃的，你怎么还有病呢？这里。这是我的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前两天我去踏春去，春游。哎，人家很多人都骑马。啊，骑马。我不爱骑马，是。他也骑马了。我骑了吗？他骑了，骑了马一会儿，那个马变骆驼了，我呀。就是我原来骑的就是骆驼，我以为你骑的是马。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那马后背唰下去了，像话！我骑的就是骆驼，骑的就是骆驼。哎，我不爱骑骆驼，也不爱骑马。那您骑？骑驴，小毛驴。驴它那个后背上没有马鞍的呀，铲骑，它就磨我的屁股。哎呦呦呦！我这怎么办呢？是往后顿顿吧。坐驴屁股，坐到驴屁股上了，这肉。没想到坐到了驴屁股上，还磨我的屁股，还磨这屁股。这就叫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啊，还磨腚。你别说了，现在后台待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过，很难过，嗯，真的，我早就跟我师傅说，我说不行，给我们调前面了，张云雷前面，我师傅说不行，对，行，你好好演，好好演啊！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今天又是钢丝节，满坑满谷的观众啊，今天来那么多观众，哇，调价很贵吧？大家能有票就不错啊，嗯。谢谢，能进来就不错。哎，真是，谢谢谢谢。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这就是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啊。对，今天呢又是一个钢丝节，每一场呢节目都不一样，是人员也不一样，还有翻场。哎呀，还有翻场，特别了不起。刚才是张云雷、杨九郎，当今我们德云社最火的演员啊。是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，是的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，哎，因为已经过时了，这个，哎我还能笑得出来，这种心在滴血。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，我叫岳云鹏，是一个小学生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依然还有掌声，我心里特别开心啊，特别高兴，谢谢谢谢，可以了。谢谢谢谢，对，爱你们爱你们啊！观众还是不累。这是我的搭档啊，嗯，我们两个给大家说一回相声。相声大家都知道，四门功课，说您是红过了，我是没了。不是怎么了？您说我名儿啊？这不是大家都认识您，那也得说呀，对不对？大象，这是我的搭档孙越老师。哎，您老师。继续啊，指着你们站点儿呢。我们这场规定是30分钟。你别说出来呀，别说出来呀。行，5分钟过去了，行行。又来5分钟。谢谢，还有爱孙越老师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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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了不起。嗯，行。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呀？好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说明大家呀都喜欢相声。哎，对，这是好事儿。嗯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些个中年相声演员，我们这也不行。您像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呢，也喜欢相。您的意思就是能活着下去就行。我不知道现在观众的口味这么重口味了啊！您不看您接的谁？就是听两个老家伙在这儿啊絮絮叨叨。对，
大家都喜欢相声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呢也喜欢说相声，喜欢，要不我没法进行了啊、哎、对，喜欢研究相声。哎，对了，这些个素材怎么来的呀？您说说。打生活当中来。是，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老话了。大家喜欢听相声，哈哈一笑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，对身体啊有好处。您说膀胱的时候别比划这边行吗？行，真就是对身体有好处。有好处。是。那么说这人得了病怎么办呢？得病怎么办呢？去医院。没猜到吧？是不是没猜到？就这么神奇。这个转的还挺愣。得了病得上医院。那是。但是很多人啊都容易这个得病，大病小病不一样。哎，对，有的病看得见，嗯，有的病看不见，有的自然生长，嗯，有的后来创伤，有替先天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后台就有很多人都有病。后台都是病人啊，很多人有病。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侯震，啊，今儿没赌气，没来那个 啊， 啊，嗯，往常都是他主持啊。对，今天说听说是什么，因为什么颜值还是因为什么？就啊、对对对，啊，就是因为长得，嗯啊，就没让他来。是侯震，相声世家，对，侯本林的长子长孙，没错，相声说的。真是，现在是我的，现在是我师傅的司机，你知道吗？您等会儿吧，相声世家怎么现在改司机了？他就是，啊，嗯，就是不太会，就是世家，哎、嗯，这纯世家，纯世家啊！哎呀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那是，对，我比你还舒服呢。纯世家跟相声没关系，但是呢，这个喜欢开车。哦，好开车。哎，给我师傅开车啊，司机啊。前两天出了点事儿。什么？出了点事儿。侯震开车出事了。对。哦，你师傅怎么样？我师傅能有事吗？那不是侯震给你师傅开车？他我师傅没在。侯震自己开车啊。落空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嗯，那天啊，这个保姆要去买菜，侯震说：“来，我去买。”您等会儿吧，你一个司机，你管保姆的活干嘛？不是，他跟保姆关系特别好，知道吧？我师傅家那个房间、嗯，每个房间都有名字，他那个名字叫四宝斋。什么叫四宝斋？司机保姆的房间，你知道吗？婚房。四宝斋上下铺。不耽误事儿，哎，俩人关系挺好的，那还不好。保姆说去买菜，侯震说他去帮忙、嗯嗯，哎，开着车就奔上高速了。哦，你师傅住得远，住得远啊，嗯，买菜得上高速，经过一段高速，对，在高速上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怼了，撞车了啊，而且是连环怼，哎呦，前面车后边车，当给侯震怼中间了，夹中间了，挡风玻璃噗一下，哎呦，就进嘴里了。那他开车时候一定说话来着。他是个嘴特别碎的人，哦，那么自己开车给收音机捧哏，不是相声世家吗？对，世家本色啊，是不是？自己的相声平时也不怎么可乐，对，没事，那世家现在都是半导体里活着呢啊。87.6大鹏的那个节目啊，开什么开心茶馆啊，嗯，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茶馆。好，是没错，捧哏，挡风玻璃，噗，哎呀，进嘴里了，对，嘴里了，满嘴的血呀，哎呀，您的喉诊都那样了，你那么开心，是满嘴血，他再也不能给我们榨汁了。哦，对不对？不能告状了，哎，再也不能说我们不好了。那是好事，哎，为民除害了。这是侯震，哦，就这么惨，对，就这么惨。哎呀，哎，有的朋友说后来怎么样？后来跟我没关系，他就不能扎我的针了，就结束了。哎，对，没有后来了。哎，嗯，这是侯震，孙老师，我怎么了？前两天也不舒服。什么叫不舒服？难受哪儿啊？嗯，嫂子，那个。您说清楚了啊，嗓子，哦，就这儿闹，扁桃体发炎，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医院，家附近有一个医院，瞧瞧去，啊，叫会好的医院，啊，说的是病人，说的是医院的产业呀，
好的，这越是买卖稀是怎么着？具体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叫会好的医院，三甲医院。三甲会好的，三甲医院。就去了，进那个诊室。迎面有一个桌子。大夫在里边坐着。诊室吗？旁边呢有一个这个洗手盆，消毒的。墙上供着喜来乐。对，他就进去了。哎，大夫，等会儿。墙上供的谁？喜来乐。你供刘罗锅不好吗？这人一脸没有文化的样子。谁供刘罗锅干什么？喜来神医喜来乐啊？那没供喜来乐的，那供华佗呀。你供喜来，你供李保田干嘛？这么？真行，挺大的医院，你搁个李保田照片是什么事儿呢？其实我就不爱跟你聊天，过什么李保田、喜来乐、神医喜来乐吗？喜来乐照片啊，这照片谁呀、啊？李保田啊，那不一样吗？那，你废话，他演的喜来乐吗？那没有供他的呢，那得供啊。什么医院？那得供啊。医院是会好的，这玩意儿，好得了吗？这会好的，哎，大夫站起来问，哎，怎么了？大夫，我，我难受。难受，我看你快死了，难受。是是吗？得亏你来得早，知道吗？晚一会儿，怎么？我都下班了。你们好不了，你们。来，张嘴、嗯。哎，说着话，大夫从兜里掏出一个雪糕棒来，知道吗？您等会儿。来，您等会儿。脏不脏啊？雪糕棒缩了完了，搁兜里了还。什么缩了？这鸭舌片儿，鸭舌板儿。雪糕棒、哎。把舌头伸出来，压住舌头。还挺甜啊。也没缩了干净，哟，扁桃体发炎 啊！瞧出来了，扁桃体发炎，没关系啊，手术好了，哎，把扁桃体拉了，扁桃体拉了吗？啊，这倒没。扁桃体其实啊，没有什么大用，它就是预警、啊。这有的人呐、啊，生病了难受，他走扁桃体，哎对，或者走鼻子、走嘴、走耳朵、走脚后跟，走脚后跟，这什么病啊？这是，它不一样，为什么人有脚气？对不对？它就是释放那个毒。哦，对不对？我就有脚气。哦，十个脚趾头，八个脚趾头缝全有脚气。哎呀，特别酷，没事搓一搓。哎，行了，真恶心，我跟你说，扁桃体拉了就行了，知道吧？上楼做手术，做吧。啊，那个打麻药，打吧，选麻药吧。您等会儿吧。选麻药还有选麻药啊？人麻药分三种，哪三种？口服。注射喷雾，口服500，注射1000，喷雾2000。哪个管用啊？哎，说这口服是什么？口服啊，就是白酒。白酒，一斤白酒喝下去，当时就晕倒。啊，哦。注射就是传统的注射。哦，传统注射。哎，那喷雾呢？喷雾呢？喷雾就是把那个麻醉剂呢放到加湿器里头，2000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这个怎么那么贵呢？加湿器送你了，大我一加湿器，来吧，就白酒吧，500吧，白酒，哎，500块钱一瓶白酒，就牛二二锅头那个，没有广告，喝下去啊，当时飘了，哟，这一杯我就飘了，一瓶啊，一整瓶，大夫，欲仙欲死。什么酒也不知道到底。我感觉啊，就不用了，对，忘了疼了，就不用手术了。哇，好舒服。哎呀，这个大夫，我只有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有没有花生米？有花生米再来一瓶。我现在急需花生米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做手术啊，做手术。嗯，当就躺地上了。您等会儿。躺手术怎么躺地上了？当时没准备好嘛，躺地上，叫一系列的这个护士，一系列的，好，我头回听说这词儿，一系列的护士，就各个科室的这个护士，哦，全员出动，俩护士抬得起来吗？那你让我坐在那儿喝不好吗？你也没想到啊，是的，你想让我站着喝，当时撂那儿了，干嘛呢这？撂马呢你们这？来吧，嗯，差不多七八个护士，是吧？够壮的护士，抬起来，放上去，嗯，手术做完没事了。那行，就算过去了。
转过天来又难受了。怎么又难受？馋酒了、哎、想酒了。酒腻了我啊。哪儿啊？嗯，阑尾炎。哦，就这儿，阑尾。阑尾。哦，阑尾这儿，阑尾。说好了，哪儿？说好，这儿。这儿 啊。对对。嗯。就觉得难受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阑尾疼啊。怎么办？难受啊。嗯。上医院，会好的，医院。哎。我早晚死这儿吧。奔那个诊室。嗯。大夫。对。迎面一个桌子，里边是大夫，这边一个洗手间。离我这儿。包田。供着喜来乐，冲他也好不了。现在大夫，我又难受了，又难受。嗯、哪儿？嗓子怎么样？嗓子好了，但是我、嗯、可能是这儿哦，阑尾炎。动手术啊，没事，动手术。都得手术。走，上楼，三楼。三楼、嗯、换了一个这个手术室。到那之后，先生，选麻药。怎么又选麻药？选麻药啊、嗯，我们这有三种麻药：口服、注射、精神麻醉。口服注射我才能理解，这精神麻醉是、嗯、精神麻醉就是给您讲故事，争取让您开心的晕过去，或者是难过的晕过去，看您选择是哪个、哦、大喜大悲、哦、对了、哦、大喜大悲。你看这玩意儿挺人性的、啊哎、省酒的，这个我没有试过。来精神麻醉、啊、我听听，我怎么能大喜大悲了。我躺好了啊、嗯、躺好了，精神麻醉、啊、先生我躺下了、啊、嗯，这回想你先让我躺了，先躺好，就这么开心了。废话，你看麻烦人护士一系列，他这确实还挺好满足。来，躺好了啊，闭上眼睛，争取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闭上眼睛我就开心了。其实我认识您，您不是说相声的孙越吗？啊，认识我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单位很多人都特别可乐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您说说，我听得怎么可乐？你们后台有个烧饼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听说了吗？最近被评为西城区十大美男之首，开不开心？西城区没人了。长那模样还美男之首啊，这个不足以让你开心吗？这我能开心吗？能够气死，能够气死也行啊。 也能晕过去。我能自己晕过去就行。对，只要能晕过去就可以啊。您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个不够是不是、啊、这过劲儿。好嘞好嘞。哎，你们后台有个演员叫栾云平。小栾。栾怼怼、啊、就怼人呢。对，栾怼怼。嗯，你听说了吗？嗯，怼人世界锦标赛他拿了冠军。谁办这比赛？有一个题目叫梁山伯与祝英抬杠、嗯、你知道吗？可乐不可乐？不可乐、嗯、抬杠我怎么可乐？这不逗、啊、不逗、这个、于谦。于谦怎么了？前两天烫头烫死了。呦嚯，这早晚。开不开心？有刚有一点那个劲儿。嗯，好嘞好嘞、有就开始了。您再来点开心的我听听。好嘞好嘞、那个哎，你有一个搭档叫岳云鹏啊。有，这两年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电影《鼠胆英雄》没有票房、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都豁得出去了，确实没有票房，难得自己说啊。啊，这对我不管用，你要岳云鹏来了，没准能晕过去，知道吗？你一说票房，当时就死了。那个，我要把大夫微信推给你。哎呀，这也不行啊！我再问你，宋老师，嗯啊，多久没有发工资了？啊、快动手术，嘎，晕过去了。我还有钱动手术呢。哎，没多久醒了。哦，醒了，醒了，那挺好。哎呦，做完了，大夫就问他，嗯，哎，先生，嗯，这个伤口，嗯，缝不缝？多新鲜呐！我躺着都亮着呢，我招苍蝇的一会儿。你们损不损？我躺着亮着，合着我。什么意思？我展示什么呢？我这什么意思？我还没缝呢。缝啊！我说话都漏风了一会儿。为什么不缝？为什么？快缝！不是我们这缝呢，有三种。怎么？您能一气儿说完吗？这我这亮着跟你聊，我得。忘了提前跟您说了，缝有三种啊。这个一种是正常的那种缝，嗯，我现在怎么缝都行，需要拆线的缝啊、嗯，好不好？嗯，还有什么？别问了，我就还挺有心气儿，我还乐意聊。还有一种呢是胶布啊，就不用缝，那我当破轮胎了，补上了。
没事还能揭开看一看伤口怎么样。没听说过，这是一种。我藏点私房钱，我的。还有一种是，我要是把它揭开看看，揭开出来了一会儿，像话吗？这啊，对，取出它的阑尾，您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要啊！还有一种最贵了，什么？5000。啊，5000这怎么这么贵啊？这个啊，这怎么那么贵？啊，我呀，我们给您缝一个我们医院的 logo。这，我没收你们钱就不错了，我会好的，怎么样？人家有哪儿缝的会好的？我怎么了我？看我这，行，赶快缝，怎么缝都行，别晾着了。缝完了，好了，那不好了，没事，你看，哎，别拍，别拍，没事了吧？嗯，这是孙老师的事儿，我算活下来了啊。标可乐的孙老师的父亲。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啊！靠我爸爸占点儿呢。孙老师的父亲啊，铁铮铮的汉子，有血有肉。那也不经你们折腾。有血有肉。废话，没血没肉，我爸爸木头。纯爷们儿。废话，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？都废话说的都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您说的都废话，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？这纯爷们儿，铁铮铮的汉子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好不了了。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啊。哦，前两天就电影《鼠胆英雄》上映之前，怎么着？他跟人家打赌。我爸爸跟人打这么多？哎，我打赌《鼠胆英雄》票房30亿。嗨，吹这牛也就打，哎，不行，打什么赌了？票房一定超过哪吒，我打赌。我要是输了，哎，你抠我一只眼。我爸爸这不就是自杀吗？事实证明，抠了，眼睛没了。哎，对。好，我爸爸犯什么脏头？眼睛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去配眼。这词儿好。我跟他关系好啊。那是。我跟他一起去的呀。但我没你，那眼睛丢不了呢。海淀有一个地方叫右眼堂。什么？右眼堂。什么右眼？就只配右眼。哦，左眼不管。哦，左眼不管。哦，就配右眼，很多种，陶瓷的。哦，檀木的。檀木的，怕我爸爸长虫。啊，檀木的，不锈钢的。哦，琥珀的，这值钱。我爸大黄眼珠子。铁的。哦，铁的。对了，他父亲呢，为了省钱，怎么呢？选了一个铁的，也结实啊。行吧，就结实 啊，塞进去，就塞进去了，塞进去了。他那个铁的眼珠子呀，沉，实心的吗？那可不是吗？哦，沉一个得有七八两，是吧？七八两，纯铁的呀。哎呦，没有两天，这右边脸啊，耷拉下来了，坠下来了，就都给压下来了，这不掉嘴里了？就这样，他父亲掉什么嘴里？掉什么？废话，耷拉下来了。怎么那么惨呢？听着，他父亲呢有一个铁铮铮的汉子。我说不说这一句？他父亲有一个爱好，知道吗？就这样还有爱好？有爱好，跳绳。我爸爸爱耍溜球。哎呀，导致这个眼珠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。对，这边都空了。对，给脑仁再拽出去。这里边都空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拿出来看一看。还看看干嘛去？好玩啊。这有什么好玩？怎么拿它抠不好看，知道吗？抠不好看。哎，磕。哎呦，哎，这往外磕，这没接住怎么办呀？好的嘞，站回去。哎呀，再来。哎哎，我爸爸真是个爷们儿，那是铁铮铮的汉子。哎呀，拿眼眶吞铁球呢。哎呦，行了，哎，拿到手，多漂亮啊！还漂亮呢，你看这眼珠子画的啊，就这么神奇。什么？后面有人？对，没这么看去，干嘛还带摄像头？怎么着还？吓唬谁呢？这个。
哎呀，我写这段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可乐呀。我没想到怎么就同意是我爸爸了呢，原来我说写于老师多好。后面有人。哎，行，后面催你了、塞进去啊。好，晚上睡觉啊，他躺着更难受，那是掉脑子里的。当啷，他往后走啊。废话，怎么办？睡觉前需要磕出来，知道吗？啊，又来了。哎，对，我爸爸单手打标，单手接标。行，哎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坏了，怎么了？没接住。哎，对，我说早得掉地上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一只眼找不着，找一只眼找另外一只眼。啊，想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吸铁石。哎呀，拿一大吸铁石那么大个，在屋里头，不、找眼呢。哎呀，吸上来了！天啊！哎，在这儿了，全是铁砂上嘛啊！哎呀，那你洗一洗，万一不是这瓶子盖怎么办呀？真是吸着就搁眼睛里呀、你！这么脏啊！我去，这重量是差不多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洗一洗，你消毒。哎呀，哎，我要干嘛来的？哎，对，该睡觉了。哎，你安静点干嘛呀？放到碗里头啊，你消毒液睡觉。放到碗里，碗里有水呀。啊，对呀、对不对？他父亲半夜起来喝水，坏了。得改吞铁球了，给喝了。哎呀，喝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知道孙悦有认识大夫，对，会好的。李宝田的粉丝发短信啊，忙发。咱有一只眼，就不用。哎，对，就不用。这边没了空唠唠了。孙悦你好，你要不张嘴看看？孙悦你好，不行，撤回。高了，我跟孙悦不用用你好。有没有眼其实一样的。孙悦你在哪儿？我的眼睛被吃了。好，还是我自己吃的。那废话，别人谁下了句嘴呀、我现在很难过。哎呀，左眼欲哭无泪。那是，都流到右眼眶里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大手眼了。我吧，哎，我可以发语音呢。你早干嘛去了？赶快奔医院，赶紧把医生的微信推给了他父亲。奔医院了。去吧，奔医院了，找大夫。大夫说：“你这个张嘴，我看看。”拿着牙刷片一压，哎呦呵，看见了。怎么了？坏了坏了，怎么了？下去了。你看，你给杵进去干嘛呀？你要不下，还卡在这儿了就。你牙开道掉下去了，真讨厌。赶紧做胃镜。哎呀，哎，胃镜它是有那管啊。对对对，那叫摄像头杵张嘴啊。好了，对，前面小爪子给抓出来。哎，看见了。黑的。哎呦，还挺圆。哎呀，你拿出来。哟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下去了。你又给杵进杵下了。你老追着他干嘛呀？你到肠子里了，赶紧做 CT。做吧，照，各种照。嗯，大夫一瞧，呵，你这个没在这个肠子里。没在哪儿呢？已经往下走了啊。行了，这快找着路了。您去，嗯，往下走了。您去肛门科吧。哎，对，哎，肛肠科呗。到那儿肛肠科，瞧一瞧。到那儿脱了裤子。嗯，大夫，您这动作有点夸张了。这。